新店到高雄有没有塞车？从新店交流道到高雄交流道目前行车顺畅。要多少过路费？从新店交流道到高雄交流道的过路费为344元。那里天气好不好？高雄市现在的气温为28度，天气状况为阵雨，降雨几率为50%。等一下，我要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0号。为您显示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0号的地图。中正纪念堂附近有没有停车场？您要找的中正纪念堂附近的停车场的资讯，请参考下方地图。101大楼。您要找的101大楼的资讯，请参考下方地图。谢谢。谢谢您，再见。